香肠。露营前先来吃这一间石勒荞麦面，它是在苏苗代湖附近。エビ天そば、冷たい。はい。はい。お丼ぶりとフォークで大丈夫ですか。はい。我和安吃这个，这个是炸虾荞麦面，然后我们加大。这个是室友点的，我炸天数。这是荞麦面，这是我和安分的炸虾。我觉得汇金这边的荞麦面颜色都比较淡，室友说这才叫做真正的荞麦面。先去吧。这虾有够肥的，好不重要，超好吃。你们看，湖那边有一个荡秋千，哎，晚一点可以去荡荡看。这边也太舒服了吧，风这样吹，超赞的。这个露营场好像总共有分5个区域吧，然后今天我们在区域是这个 C3， 然后 C3 的区域很大，是从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然后我以为这边不可以玩水，但很意外的是刚刚这边的管理员说可以玩水，这样看过去感觉很深，结果意外的他说很浅，他说至少要在这边再过去才会蛮深，他说这边都很浅，只要大人跟小朋友一起就可以玩。这边实在是太棒了，这是新购入的库鲁芒的炭烤台，这样讲吗？中文。然后我们最近也把椅子换掉了，这个是爸爸专用的，然后这个两人坐的椅子是我跟安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矮的，因为可以配合桌子，这样子差不多的高度才不会腰痛。室友认真作业中，赞赞。我觉得这个放调味料箱子，我收到之后我就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败笔，就是你们看它这边整个凸出来，所以在搬的时候很危险，要非常小心。我后来觉得好像买木头的比较好，有点后悔。可是因为当初我会买这个原因是因为呢，它的容量实在是太大了，真的很方便。最主要是它有一个可以放这个餐巾纸，所以我觉得说，哎，我觉得这很赞。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然后一次拿就带齐。这个袋子不得了，3000多，超划算，容量超大。现在拍给大家看，
最后来介绍这个袋子，就是我很想要买一个把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一个超级大袋子里面的一个收纳袋。你们看这容量超大，它侧面啊，我们就是装一些 OK 棒，然后还有烟火，然后还有眼镜、自拍棒跟垃圾袋，全部这种小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然后这个箱子它里面有这个隔板，这个隔板是可以自己区分的，它这里有这个胶条，就你可以把这个隔板粘在这个上面，然后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大小。哦，还有一个洗菜的，这个也是我新买的，把它打开看看。打开的感觉是这样，哇，这个水比想象中的还要浅哎！刚刚他们在玩水，可是我儿子会怕，所以现在他们换来做荡秋千。どのぐらい深い？大丈夫？もう一回。爸爸もう一回って。やって。もう一回。パパもさせてるな。うん、大丈夫。すごいよ。大丈夫。最近这小子他越来越喜欢自己先跑走，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他不需要妈妈。所以刚我走到他前面的时候，他就一直说叫我走到后面。先切一点给旁边这个小怪兽吃，不然他实在是太吵。你们水蜜桃都怎么切？我都乱切，反正最后都是要吃嘛，达到目标就好了。刚切好的水蜜桃，哎，你要跟妈妈说什么？不是嗯啊，是谢谢吧？谢谢。哎，吃的，你要吃吗？关起来了，你在哪里？这里。这里。这里。你在里面干嘛？食べようか。自分取って。
熱いよ。まずこの葉などわかる。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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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が綺麗なんだよ。そうなの、この花とね。分かってんじゃん、料理もできるし、もう美しいものなの、アートも分かってんじゃん、すごいね。全部取れる。全部取れる。しかも有村コスメに似てる、すごい。看这个坡面，好了，阿弟，阿西，阿西呢？看着妈妈去。现在太阳下山了，但还是好漂亮，就是有种让人。心情很宁静的感觉。是这么大圈圈吗？对啊。啊，收获收获！啊，收获！大圈圈。今天晚上是吃寿喜烧，再一下。我只吃了个茄子。早安。结果发生很蠢的事，本来早上想要做热压三明治，结果我居然忘记买吐司，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热压三明治，然后也没有别的食材可以做早餐，所以就吃饼干充饥一下。我在超市通常都是会买这牌的果汁给安，它是写六个月开始可以喝的，然后成分非常单纯，我自己有先喝过，不会很甜。等一下哦，你这个喝完了吗？这个真的超级好用，因为一开始要喝的时候它还很满，所以小朋友一挤就很容易爆出来。OK。然后因为现在是下雨，就给安先穿雨衣戴帽子。